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墨。国际扶伤周年活动的话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来看一下都有哪些皮肤吧。这次主题的话是《庄园奇妙物语》，一眼看上去的话，衣着方面十分的迥异。蓝皮方面有风眼的时装，除了脸型，其他变化不是很大，手墨院的变化也不是很明显。医生的衣领方面做了一些小许的改动。杰克的蓝皮有些像是蓝玫瑰主题。大副的话除了脸妆也变化不大，最右边的话还有一款约瑟夫的蓝皮。然后就是这次三周年的重点了，跟以往一样会有一款商城精皮以及精华一金两紫，左右两边的话应该是紫皮，中间两款应该是精皮。最左边的话一直看不出是谁的时装，有些日式的风格，感觉像是红蝶的，小伙伴们觉得会是谁的呢？这种打扮还蛮不错的，期待到时候的建模效果。然后第二个的姿势跟空军的握枪的方式很像，应该是空军的一款精皮，建模方面十分的豪华，发型似乎也是做了一些变化，应该是到时候的商城精皮吧。然后第三个是雕刻家的精皮，衣领的衣着方面是一款白色像是婚纱的外观，但又像是裁缝的设计，血管变成了针线，轮椅设计成了裁缝机，上面雕像变成了娃娃，看上去还蛮可爱的。最后是邮差的紫皮，是个木偶人的设计，满满的机械感，挺有个性的。狗子的话也是设计成了机械狗，蛮期待到时候的建模效果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